恶险，易险之，你们藏不住杀人的意，露出破绽是迟早的事情。令清风，与其以为有，还明小人出来作孽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赵大侠的出现，不就是为了延缓我擅将攻打浩人门的时间吗？为何教主还要院长上钩？ 武林伟才的露出来了，继续跟进。是，赵清风与浩然盟私下联系，妄图颠覆圣教。就算要杀，也是本座亲自动手。赵清风，你背叛武林，忤逆正义，背信弃义的罪恶在何？想不到教主对陛下你是如此信任，你就要你同意。